自从染上这个啊，不玩上这个植物大战僵尸杂交版啊，面热哎，我是朝思暮想，彻夜难眠啊，一天不玩我浑身难受，感觉身上有东西在爬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只玩到了第五关，解锁了这个冰瓜大盆菇，当时我就没忍住啊，偷偷帮大家看了一下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六关，售价400的冰瓜大盆菇，到底实力如何呢？我是非常期待的，忍不了中一个。我靠，喷一整行还带一个冰瓜，这不无敌了？好，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珍爱生命，远离大力。开个玩笑啊，这游戏就不是这么玩的，我们还是要先种向日葵，先变有钱，这样我们才有实力向不良诱惑说 yes。 OK， 我们可以看到高价购入的这批货很纯啊，喷的都很卖力。我们也是很轻松的拿下这一关。哎，这给了个什么？既熟悉又陌生，墓碑埋雷者吞噬墓碑生成土豆雷。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只是睡着了，睡着了给人家埋了干嘛？您别着急，大哥，我来救你了，大哥。这是你吗，大哥？我滚犊子！砰！这等于是吞了一个墓碑，埋了颗雷，炸完还给我一个阳光，性价比超高啊！你好，谁把坚果头的脑壳敲开了？哎，这土豆雷给我炸了个坑出来，威力这么大，我记得刚才没有啊。哎呀呀，好，钱够了啊，冰瓜大喷菇启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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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也是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这些小卡拉米啊。嘿嘿，这是什么？红眼菇，让僵尸吞下化身红眼巨人啊，树好痒，好想试试。下一关下一关。哎呀，这僵尸来得好快啊，我都没来得及种上植物呢。嗯，这坚强哥在干什么呢？难道你想尝尝这禁忌的力量吗？那你80，有了这禁忌力量的加持，也是很轻松的拿下这一关。这给了一个阳光胆小菇，胆小的蘑菇生产阳光，会长大，会的还挺多。让我看看，嚯，四连发，这不豌豆向日葵的替代品吗？好家伙，单挑坚强哥有点东西啊。哎，不是啊，哥几个怎么在这跳上了？好，你们几个等着啊，我一个阳光炸弹。是谁允许你跳舞的时候戴头盔的啊？经过我一番操作之后啊，又高价购入了这一批货，这也是到最后一波了，来看看实力怎么样。OK 了，毫无悬念拿下了。这是，这个有点像我来自爱欧尼亚的一位故人，刀锋舞者，我倒要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张文森，下雪了。这不仅有长达8秒的雪花飘飘，最后还有一首冰冻控制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东西确实猛啊。OK， 第十关也是拿下了。这给的是睡莲吧，热水袋。好，非常的形象啊。睡莲解锁了，接下来应该是到泳池了。玩到现在，我更期待后面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。想看后续的兄弟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